好，女士。嗯。您还没有决定好要去哪里吗？随便开吧。我就想看看北京。好的。姐，咱们合同已经签完了，后续流程办理，我向您预约时间。好，姐，您这房子卖完之后住哪儿啊？啊，我租了一个国贸的小公寓。国贸的租金贵呀、啊，所以才要更努力啊。真厉害，感谢您对我们的信任。谢谢。嗯，随便请。在北京十年。大大小小已经搬过九次家了，现在要开始进行第十次。与过往不同的是，这一次充满了快乐。搬家不再是一件忙乱的事，而是整理过往，奔赴全新生活的仪式。直到现在，我才真正感觉到自己融入了这个城市。回顾这十年，沿着最初的梦想，一步一个脚印地活成了如今的模样。到底算得还是失？算好还是不好呢？我不打算总结了，来日方长，慢慢自会有答案。就这样走下去吧，新的生活才刚刚开始，毕竟想要的东西还很多。
这么晚啊？嗯，在那儿呢。嗨，走走走走走。哎，笨笨，嗯，那个我老公非让我把工作辞了，让我专心的做家庭主妇，你觉得这事儿靠谱吗？多好啊！啊，听着就好。你想想，到时候我逛街，你在喂奶；我吃饭，你在喂奶；我出去旅游的时候，你还在喂奶；最后，我玩着你最喜欢的开心消消乐放松的时候，你依旧在喂奶，多好呀！行行行行，去，多好！我这跟你说正经的呢。哎呦，别岔啊！你说有没有那种工作，就是赚钱赚的又多，然后还不用坐班，特别轻松的那种？有啊。找我。有。哎，我跟你讲，这关过了好几天，卡的我真的是难受。嘿、hey ，高总，来了。不好意思啊，路上实在是太堵了。没事儿。怎么突然想起约我喝咖啡了？当然是有一个重要的事情。您还记得我们俩之间的暗号吗？江湖告急，来找你的。行，高总，您放心啊，明天我见你再私聊。哎，好，好，好。等会儿，等谁啊？来来来了，别敲了。来来来了。海门山给我来不及。你来干什么呀？我来帮小梦梦来看看她出差之后有没有别的朋友。来这么早干什么呀？借钱啊？给你送爱心冒菜。放午餐肉了吗 ？Of course。嗯。啊，你说了。我说什么？哎哎哎，在那儿，走走走。给我新换的那个部门啊，我真的干不动了，我想换工作。哎呀，我也是，我跟你们说了，我都开始投简历了。别呀，你们走了，我怎么办啊？在公司说小话不怕被开除啊？陈总，陈总，陈总，你怎么来了？亲爱的。大作家，我还说我下去接你，怎么自己上来了？给你带惊喜了，是吗？丫货，够不够看？懂我，Lisa， 帮我那瓶山崎十八年开了。好久不见，来，姚梅，美女作家。大家好，哎呦哎呦哎呦，坐。好了，我们全员到齐。今天就这样，搞不清男女关系，但是搞得清人脉关系的高飞成了我的顾问。头脑活泛乐于贡献一切资源的橘子成了我的内容策划，老实本分一件事都不会办砸的笨笨做了我的行政总监，善于与人沟通人缘甚好的卢家凯承担起了业务推广，而越来越红的美女作家姚梅成了我的专栏作者，和我一起创业，张颖儿、许新亮、王一萌也继续跟着我征战。
北京是一座有魔力的城市，不论是曾经的朋友还是对手，兜兜转转，最终都成为了我的同路人。临时来北京参加一场专家会诊，都没来得及跟你打招呼。来得真巧，刚买了水果，来一起碗饭吧。你是不是嫌我煮的水煮牛肉了？想也得你有空煮啊。有空吗？有空，有空。我看了你的公众号第一篇，写得很好，医院里很多人都很喜欢。站着。但是你看你，没有办公室，也不发工资，虽然说是白手起家，但是也不能太寒酸嘛。我办了一张卡，你看，要不要先去找个办公室？毕竟人要常聚在一起，才能够发挥更大的力量。羡慕你现在的生活嘞，可以自己安排自己的时间，还不像我这四年啥子都没干，现在就是一个黄脸婆。这回我要不是趁到娃儿他们的假期，我哪天有时间离开四川来北京找你耍嘛？未来我的生活只有田子和娃儿了。哎，说起田子，最近表现好不好？还可以吧。哎，我也懒得问。但你妈，我还是放心的。我这儿十年有啥子都没干噻，还是个无业游民，饥一顿，饱一顿。但是自由自在啊！哎，要是我根本没有勇气过你这样的生活。我们俩要是挑一下你的生活，我不接恼火。哎，我以前是不特别爱催你结婚生娃，现在我想清楚了，绝对不再催。我晓得娃子，催了结婚也要离，是不是？生娃娃这种事催都催不来，催了白催噻。是啊。哎，每个人的人生都跟别个的不一样。哎呀，这怄气叫也疯哈嘞。咋子？我懂得起你意思啊。就是说，你现在已经接受我那种放荡不羁、爱自由的生活了嘛？你也接受了我平平淡淡才是真啊？是啊。但是想一下，是我这种放荡不羁、爱自由比较好呢，还是你那种平平淡淡才是真比较好呢？不好说。要不我们十年后再来比下看啊。你啥子嘛，过生活这种事没哪比哪好这种说法，只要自己心头爽开心幸福
巴适，就是最好的，是不是嘛？是啊，是啊。好漂亮啊，以后我也来北京放风筝。那你就要好好的学习啊，将来才可以像陈可阿姨这样来北京放风筝，是不是？妈妈你放心吧，我一定会好好学习的。快走，我们去看风筝。行。哎，一起啊。现在的我一无所有，没有存款，没有工作，没有房产，当初削尖脑袋挣来的一切都化为乌有了。我的生活好像回到了原点，但似乎我却又什么都拥有了。北京啊，真是个拥有无限可能的城市。我们都是这其间拥有无限可能的人。嘿，那个是你吗？武装过的自己，坐在对面的灯下。嘿，我离开哪里呀？尝过的一些苦，他没有让我却步。嘿，我走过来了，并且很肯定的，要比从前更勇敢了。这千万个他里面的他，也试过要说服自己，翻一页翻过去就放下，这么说你懂吗？这千万个他里面的他，拥抱过不完美的他，更明白想要的是什么，这么说你懂吗？
试过要说服自己，翻一页翻过去就放下，怎么说我想你懂得。嘿，我看见你走过来了。嘿，你也跟从前说再见了。嘿，朝着想去的地方去吧，你是千万个他里面唯一的他。可是你吗？武装过的自己，坐在对面的灯下。嘿，我离开哪里呀？尝过的一些苦，它没有让我却步。我走过来了，并且很肯定的，要比从前更勇敢了。这千万个他里面的他，也试过要说服自己，翻一页翻过去就放下，怎么说你懂吗？这千万个他里面的他，拥抱过不完美的他，更明白想要的是什么，这么说你懂。